你喵啥小啦 ？Go， 我来看看，周玉蔻、张淑菁，周玉蔻的声音应该好听一点吧？我在想，吕秀莲、彭佳慧，他会唱歌。许家瑞、钟欣凌，真的是熟女耶，哇哩嘞，这个比较年轻一点。阿娘喂，许纯美、梅芳阿妈、唐启阳、卢秀燕。哦，唐启阳、卢秀燕、小燕姐好了，虞美人、詹雅文。干你你啊！感觉有那一点老人臭哎。美人节好了，他会投资理财。张小燕、苗可丽，干嘛呢？你那是跟我讲一句干嘛呢？你才跟我气看卖，我绝对跟你爸两口你别相信。干嘛呢？丽晶、龙千玉、丽晶、林美秀、王彩华 ，Bobby 啊！这个母女洞通吃，哎，冰冰姐第一名，哇靠！这个我选择死亡，这个我选择死亡啊。右边可是玉珍，最近好像有减肥哎，玉珍感觉也还行吧。投硬币哈，投硬币哈，拿一个50块啊，那个人头就玉珍啊，那个字就一柱擎天。嘿 ，OK， 字啊掉了。叶玉兰、叶菊兰是姐妹吗？这两个我都不认识，随便选一个好了。年轻的阿弥陀佛、切货歌姬，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、阿弥陀佛，切货歌姬比较顶吧？感觉要找他跟威富来一首，我选这个吴淡如、小魔朋友，徐威英文，阿哥金一个，徐威英文，蓝心湄、蔡英文，没得选吧？素珠、杨丽花，感觉是素珠阿妈哎。哈味姐、陈文茜，哈密瓜有一种哈味啊。哦，看这到底是三小啊？这到底是他妈谁要啊？年轻的选了。王选红、李美照，林美照应该很顶吧，他的声音比较好听。选这个横竖法师王月，横竖法师钱维娟、蔡壁虎，哇哩咧，怎么都是那么难选啊？哦，陈淑华、陈淑芳，我喜欢淑芳阿妈。动尾条、黄小虎，相爱没有那么容易哦。七，廖辉英、沈春华、阿娘喂，这可能叫阿宙来选呢。张清芳、正言法师，正言法师不用等你说。比利、婷婷怎么选？婷婷不累，婷婷不累，比利姐好了。如花李亚平，我喜欢如花。蔡圭、陈菊，阿菊姐，还得是你啊，阿菊姐。阿菊姐怎么选？好啦，阿菊姐啦。范云、杨秀慧，哦，胡天蓝、方方方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感觉今天晚上我不行哎。先做噩梦了，而且你看你图起的缩图，嘿嘿嘿嘿嘿，嘿嘿嘿嘿嘿，好像在选老婆哎，嘿嘿嘿嘿，怎么看都是我这边比较顶，啊，这个怎么选啊？这他妈谁选得下去啊？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选？胡天南好了，美食公道伯，这两个是谁？崔台清、吴家山，选 O O 三好了，这个很像003。惠慈、蔡琴，哦，
my god！ 蔡琴，如花动袂了解。哦，如花好了，如花略胜一筹。一柱擎天姐素珠，素珠阿妈一定顶。哇，好像要选丽晶哎，丽晶姐保养的好像比较好哎。小魔朋友横竖法师，好像泡汤的比较好吧。虞美人003，好像也是得美人姐，美人姐好，她会理财。中心林慧慈，啊 ，Oh my god， 王思贤，慧慈好了，慧慈比较可爱。陈淑芳胡天蓝，啊，淑芳阿嬷。陈菊王彩华啊，这边要淘汰一个人了，终究还是得选母女洞的吧。母女洞感觉还是比较顶啊。周玉蔻白冰冰，那还是得我们冰冰姐吧。这不用看了，这一定选的。哇，彭佳慧蔡英魂，嘿嘿嘿嘿嘿，沈春华叶玉兰，我的夜玫瑰嘞，叶玉兰，你哪嘞？正言法师陈文茜，喂，杨秀慧比例，哇，这好难，这怎么选？泡汤的好，林美照切货歌姬，林美照是士官长的妈妈哎，选了，梅芳卢秀燕，好像还是得阿嬷哎，梅芳阿嬷，苗可丽徐威，干嘛呢？苗可丽好了，感觉她保养的应该不错。哦，梅芳阿嬷拍谁？杨秀慧的身材确实不错啊。哦，这又要怎么选？冰冰姐啊，啊，又要淘汰一个阿嬷了，淑芳阿嬷，慧慈苗可丽，哪一个可以？苗可丽，干嘛呢？丽晶虞美人，这个保养的比较好。素珠正言法师，顶尖对决了，这一把顶尖对决 ，My God， 素珠阿嬷好，他跟诸葛亮蛮好笑的。沈春华如花，肯定是如花的吧？我第一颗心，默默献给一个人，默默只要他能接受。我的爱与情，嘿嘿嘿嘿嘿，干，年轻人是都不知道这个梗啊，没看电视是不是啊？啊，又是一个顶尖对决，怎么选？小英，这应该不用选了吧？彩华姐，如花丽青，这个好了，这个保养的比较好。哇，杨秀慧蔡英魂。冰冰姐苗可丽，那不用选吧，一定是冰冰姐的血虐局，这怎么选？你们如果是你，你会选择谁当你老婆？右边母女洞应该比较好吧，右边有母女洞的，再见的。哇，冰冰姐，还得是你吧？要母女洞还是冰冰姐？台湾 ice 有没有加分题？贴个加分题来看看吧。这两个有没有加分题可以看？谁要抓？哎、我勃起了。来抓！啊，这个嘞，母女洞可不可以？肥嫩啊肥嫩，无看拍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要确定欸，冰冰姐加分题。哎、欸，啊娘喂，太辣太辣太辣，休蛋起来！我操，这是可以播的吗？我先自己看一下。咦嘿。
A few moments later， 太辣太辣，这个不行。回到主题，究竟到底是谁比较顶？这两个好像都不错哎，还是两个都要？我全都要。了解。还是135246，王彩华女儿 IG。嘿，是选熟女不是选女儿呢？好吧，阿行眼睛闭起来，你会想到谁？宝可梦啊！眼睛闭起来，永远就是那个白泡泡玉米的宝可梦，冰冰姐泡汤的画面。没错呀。啊，不行了，看来冠军，差英魂台，我的台湾这边感觉差中痛。